没等哨声，却一大群人就先偷跑往地上狂钻，猛把饼干、糖果还有水果往自备的塑胶袋、购物袋装，三两下空空如也，好像蝗虫过境。 最后场面超爆笑粉红上衣女子互抢，趴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其他人见状也上去做事抢东西，民众看了全都笑歪。另一边小朋友组就卡右手，背着跟身材差不多高的大咖购物袋，边弯腰边捡地上食物，小朋友们很冷静，倒是大人已经喊得声嘶力竭。喝完，等下给拿，喝剩了。 抢到满满一袋战利品，刺激又满足。屏东大和庄四姑抢板，2018年复办以来，年年大受欢迎，还有蒙眼抢发财猪跟发财鸭，但动物已经惊吓连连。借由四姑抢板，大家都回来了，好像过年一样。借由这个活动，不但传承客家制版技艺，也吸引外地游子返乡。每年这个时候都媲美过年一样热闹。记者张创。